在床上拿手机追剧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打脸。那就用投影机把天花板变成家庭剧院吧。投影机主要分有 LCD 和 DLP 两大技术。LCD 投影技术的原理是将光照射到分射镜，分离出 RGB 三原色，接着穿透对应的 LCD 面板后，再聚光棱镜聚合成像，最后透过镜头就能够投射到荧幕上咯。另外一种 DLP 技术原理是，光源的光会透过高速转动的色轮，将光分成多种单色光，接着透过上面有超多微反射镜的晶片，不断的将色光反射出去，穿过镜头投射到荧幕上，人眼看到时就会因为视觉暂留自动的将影像合成在一起哦。投影机的光源主要分有灯泡跟 LED， 灯泡的亮度虽然可以非常高，但发热高且寿命比较短，用久了还会变暗变黄。 LED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寿命长，而且发热低不费电，十分适合用在微型投影机上。运用 DLP 技术跟 LED 光源，微型投影机才能用小小的机身投射出超大的画面，还能搭载音响，具备各种连接铺。有了微型投影机，无论是在家耍废或是出外录影游玩都非常实用哦。牛龙草科技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